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娜，好久不见，我又回来了。今天是腊八，老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，我们今天去办年货，先送小博哥上班，送完他上班，我爸在站前等我呢，我和我爸一起去办年货。外边又飘起了小雪花，又下小雪了。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采购肉，买点肉、鱼、猪蹄儿，像能冻住的先买回来。这还有多长时间过年了？还有20天呗，就过年了。我们都习惯早点把东西买回来，在家里备着，因为现在够冷了，在外边都能冻住。这东北过年就是存货存的太多了，特别是农村。我们到了，等到我爸了。我们现在要去移动桥。我也想买点云南白药呀。买云南白药啊？嗯。走吧。哎呀，这灯笼都挂上了。今天买对联不？大红灯笼，大红对联。先去个肉去。行，先去取肉去吧。我爸在卖猪呢。订的猪肉，看前边这个小洞子里都是人，过了这个洞子就是移动桥了，里边都是卖猪肉的，虾仁20块钱啊，多便宜啊，20块钱。看这洞子里都是卖对联的，这回有过年的气氛了吧？年越来越近了，这边都是猪蹄儿。哎呀，我爸走的也太快了，我看看猪蹄儿。这家伙这俩人蹭蹭走啊，蹭蹭走。这边都是熟食，这边都是卖猪肉的，全是猪肉摊。去我爸订的那家。还有干的？还有不？全是肉，大家子这么多肉。看牛肉，那是家里有牛的，这么多肉呢？他那有板油吧？那个是板油啊。后边是给我们留的猪肉。哎呀，这些七八十斤好像，这些连肉排骨乱码七糟的。800多块钱，这真是过年了，弄一车呀，满满一车，给我们送出去。我们买完出来了，给我们拿小车推出来，要不太多了，实在拿不了了。大堆，这后备箱里都是东西，拿去归拢归拢。都买了这些，买了一件鱼，一袋鸡腿，还有一袋鸡翅，再买点冻柿子。我们走了多半天，到家了，开始卸东西。哎呀，后备箱没开开的，看得满满。满一车，这车糟了，确实全是灰。这又拿回一堆狗食，都是喂狗的。看看，可下拿完了，拿了好几趟。妈呀，这堆门口呢！哎呦，哎，糟的一大堆。哎，出
我妈还买的豆油啊。这我妈这洗被罩了，这个炕上晾一堆儿，这回来嘚儿家躺炕上没了呢。我们回来了，哎，换个衣服，下去拿1000块钱花流感镜啊。先我拿一百块钱。现在这钱不好买，一等于全搁厨房了，全搁厅里了。买那些东西，豆油。三桶豆油就195，65。反正豆油可贵了，嗯。差点200块钱，买130的那个面。豆油50来块钱。对呀、啊，以前豆油560，现在就最便宜60来块钱。还有75的，我没买，我说上回买那65就行。嗯、买一板的就说就行。买这些猪肉正好800来块钱啊，800。啊，带排骨800来块钱嘛，然后剩下买的那鱼130，完了买袋鸡腿儿，那1000块钱就没了，就买这点东西，然后还没够呢。完事我又花了点儿，又垫的。这真是要过年了，这家伙这买的。天天就是买东西，背老多东西了。这可能就是农村背的多，城里都不背这些东西。今天是下午几点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，拜拜。我们收拾收拾买回来的东西。抽烟。